今天教大家做可爱的棒棒糖小花，正方形纸像这样简单几步折出形状，画下花瓣剪下来，打开其中一条折痕，剪开粘在一起，再整理一下花瓣，底部剪个小口，装上棒棒糖，可爱的小花完成了。把它们拍成照片，好看的照片还可以上传到图虫 APP 上变现，当客户下载图片成功后就会产生收益，快来试试吧。